我现在其实有点赶，就是我8点半有课，现在要8点了，我还没有收拾好，我还没有 pack 好。OK，我先 pack。OK，今天是星期五，然后等一下下午6点，我有一趟火车要赶，我要回我的老家，看看一下父母啊。那这次回我的 hometown 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拿我的包裹，外加就是跟我的父母，聚一聚啊。因为现在距离我来到 KL 已经2个星期了，然后偶尔回去也没有关系啦，反正我能搭火车嘛，大不了我可以搭飞机。现在就是我8点半有课，现在是8点了，我有半个小时赶去我的学校。Oh my god！我早退了，然后现在在等 Grab。4点半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现在塞车吗？有啊，有一点塞车。6点之前能到吗？该到啦。I made it，5点半，I made i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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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还有半个小时可以去买点东西吃。Excuse me。刚刚有一个 officer 停止我录音。我没有想到火车站也这样严吗？过了。你们有没有一种朋友或者是家人，就是他们打电话给你寻求帮助，但是什么都不讲，他们在跟其他人聊天，因为有其他人在帮他了，所以你他妈的打电话来干嘛？后来我们终于10点半，我终于到了 Butterworld。OK，所以现在你要我去哪里？我的家人在槟城。那现在如果你要从槟城出来的话，是塞车的。而他们说，如果是从这边进槟城是顺的，他们叫我坐 Grab。Excuse us, ladies and gentlemen. One, two. 也是一个人生阅历很丰富的大哥。我没有看到我。Come on！ 你，我难怪你没有回我啊！现在，我问你，跟我聊天吗？
喂，问你哪来呀？哈哈，从你哪来呀？What the hell？ 喂，哈哈哈哈哈。What？ 姐姐叫我，怎么你来的我？不是跟你讲不用拿来吗？哈哈哈哈哈。OK， 这个就是我回来的目的了。基本上如果我没有什么理由的话，我是很难回来的。可是这个是我回来的理由，因为这个东西太贵重，如果你要寄的话，我或者是我的父母都有点担心。听到吗？The fucking alarm just went off. God damn it. Now it's like 1 o'clock. 不懂哎，半夜一点，他妈的那个 alarm 睡得好好的，真的。下来，我们你差不多到。不是我错，你不要急吧。不是我错，一定是你的错。谁的？看一下。你那天看的是这个。啊，你啊，你哈哈，你什么傻逼西？啊，你哈哈，你那个叫傻逼西。对。嘿嘿。哈哈哈，好了，来回去之前，我们就来 shopping shopping。花钱花钱，妈妈，然后呢？晒一点太阳没有事，哎呦，晒一点太阳没有事情的，干嘛？哦，你来那边。太阳，那么提供了这么多的 sunlight, light, future。你这是废话吗 ？And then you， 哈哈哈，刚才那个，哈哈，刚才那个 security guard 叫我收相机。我不要，我放在 bag 里面，我拿进来了，你能奈我何？Yep, I am back. 就是回来不久啦，现在是9点，然后我明天10点的火车，也就是说我在这边待一个12个小时，我就要回去了。是早上7:50，10点的火车，还2个小时。好，在回去之前，要来吃
在 KL 很难找到的楼面。楼面。小孩这么美啊！我哎！哦，你终于掉了！妈呀，我抓你了，差不多一年了才掉。是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啊哈，嘿嘿，哇，我里面冲凉了，我才不想抱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一个消息。来讲。那天你不是我们帮你在那个椰树治疗吗？啊哈。你直接哭。为什么？大家抢救了这么多人都没有你，都没有。突然间那个小花没有摘他哭啊，真的哭了，你我还以为他假哭哦，没有，真的哭了，刚刚好像要哭这样哦，啊，是他都是这样给你讲，他让我真的哭了，我知道了，他讲我呀，这么久没有你看我怎么玩，他我担心哦，他不知道能不能离开做错位，尴尬了，嘿嘿。